好，今天咱们来到这个公园来参加咱们的第一次比赛，对不对？第一次跑5000米哈。然后它是每周六哈都会有一个叫做公园跑哈，这种叫做什么 park run 哈。好，咱们现在去那个中心集合哈，一个咖啡厅集合，然后大概9点钟开始啊。嘿嘿，我和弟弟今天是第一次哈，就穿这个黄衫。Right. As he says, my name's Barbara, and I'm doing the first time as briefing. And apart from the ones that are pretty obvious, is there anybody else? 我们已经 brief 完了哈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以及一些那个安全须知哈。大概5分钟之后就开始了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完赛，弟弟。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跑完，好吧？我们不管那个时间哈，我们现在等那个发令枪了哈，好多人，应该有上百人呢。好，现在开始了。我们上了一个小坡，累不累？有一点累。穿了一个小树林。弟弟，加油！Get along. Yeah. 现在1公里了哈，还有4公里。Didi, do you want to still keep going? Well done. Done. 这个长上坡，心率应该到170了，哇，快拉爆了。还有2公里，最后1公里，注意的 ，Thank you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。Welcome guys。哎，跑完了哈，还行哈，第一次跑30分钟哈，差不多3分多一点，因为前面的比较晚哈，前面的跑的比较慢哈。一个糖糖，一个 magazine， 一个兔子，哇哦！弟弟今天的 friend 厉害。I can't go to modern. Of course. Yeah, of course. 我采访一下弟弟，弟弟今天跑的累不累 ？Yeah， 但是弟弟跑完了，居然比很多人都快，然后还领到奖呢。你看，哇，太棒了！跑完了哈，这跑完了就大家就在这里喝点吃的喝的哈。补充一下体力。